另外一个箭头，我们讲的是许志强在今天得分非常。一样吃这么多亏了。我赖哥有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至少 John 在内线做一个牵制，让外围有一些的出手机会空档。以前在台湾当没有一个很好的内线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在对方的防守是要手里手外都很轻松。那当埋伏一个在 John 在内线的时候，他至少在牵制力还有包含在防守上的一个牵制都会有。他因为他有中距离，有很好的在。张博轩切进来，面对到了田磊。给补扣进去啊！哇哦！那至少现在是做第五的这个席次，拿下了这11胜的成绩，特别是投篮的手感。约翰跟台银的搭配也相当不错。约翰转身擦板，然后动作也许并不是很好，手感还没找到地板，球助攻也很好哦。不过就是刚刚陈志贤也讲到了一点，就是田磊这一点，而他今天呢总共加起来10中2。好，我们不要影响到他们心情，对对对，他们只能回去才会影响到14个篮板球。那也看到是对许志强跟约翰的一个高低位的配合，但他在篮下的确是有优势哦。那我觉得台银下半场的这个进攻的主轴还是要放在他的身上、啊、对，可以看到虽然脚有点小伤，但是他希望球队能够赢球，而且很重要，希望拿下胜利带上场，才能把这样把球拨出来交给陈宇志。好，没有，我突然间118公斤，是非常肯拼肯缠的一名球员。手，这是超级成功，是 John 前面有快攻机会，交给陈俊杰。陈俊是相当的出色，得到了19分。而特别詹宁斯呢，就是同样的上场时候拿下2胜，可能情况又不一样。是，有时候对自己很快速的得分。但如果你先发一直没办法很稳定，还是处于一支很焦灼的球队，对球队绝对不利。John 在外围。右边是张博胜，沉底了，你看蔡文成立得还蛮紧，不过突然空的是约翰的第一个三分球，就看到詹尼斯完全是退秒给 John， 面对詹尼斯要不要后退，好，这一次 pass 给，那他们希望能够今年能够挺进至少啊，他们希望能够挺进总冠军赛，这是他们的最低的目标。对，打出一波10-2的攻击了，但很快的，因为服务员也回神了，慢慢把分。在吃点东西的时候，你要赶快接话。我了解你。不加班吗？不是，达兴呢？昨天太看得起他们了。田磊打满，将打满，然后看博伊尔也打，将打满了。张博上上，真的是伐木工哦！先把这个等于是台湾神木撞开这个，再加上我们说的有谁？有周志华，这个情况之下，那他们后卫真的很厉害。嗯，约翰要来打小六，转身，球进。班打工头啊，刚好班要把他的权力给要回来。哇，一个转身，再一个垫步之后，你看到 John 这个脚冷静一下。我刚刚利用他这个 Big John 的一个能力。对，在第二节呢，甚至有两节得分比对手少了11分。约翰这节也比较少拿球，这是他在底线。你看这球，完全不知道 John 是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
非常巧妙一个地板球，对，因为琼斯已经扑出去了，所以变得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些暖机的动作，所以韩英的防守绝对要对他做一些严明防守。哇哦，他防守到琼斯了，这样接球底线的出手，琼斯但三分线并不是他的专长，陈顺强抓到篮板，赶快交给刘月生，还掌握时间，还有机会给到江国成不进，所以这个也真的不能点都不觉得惋惜，要给他们一点教。琼斯也慢慢增加他攻击的武器，像三月五号面对玉龙的比赛呢，他的三分外线也投进了5个，对，下，所以这个调度让九名球员的得分纪录确实在体能上，他们现在进入到下半场占了一个优势。对，所以说到了下半场之后，一定要把整个台币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好，掩护之后再一个 pick and roll， 双脚垫步到禁区。可是的防守，这一下打回防的速度非常快，再给到约翰，中距离拔起来投，哦，非常拼，给到一个面对到这个台湾大进攻如此顺畅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到上也没有占有绝对的这个优势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预战以及快攻的机会都来得比较少，所以分数上就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打进来，哇哦。哇，感觉这个灌篮的感觉真的有一点这个快艇队的灌，并没有打得那么流畅，所以让他的战机哦碰到整个台之后还是落后的。我们刚才在纪念的1月7号跟1月19号一直跟着玉龙的节奏走，那跟着玉龙节奏走之外，他的整个这样还是选择一次中距出手，哇，他们不止只有打内线有结伴以外，还有外围在三分线出手都有办法得分了。对，想讲没有，第一节来讲就用这样的外围的一个投射哦，让整个台鹰哦，不管是在李梦辰等等第二次出手没有，但第三次的击中，哇哦，分了，还有包含约翰的得到19分。刚才赖哥也说并不担心对方的洋将，所以现在约翰其实面对他反倒是身材以及高度上都不算是太好，尤其约翰呢虽然上场撞出去刚好能够提升他在整个台湾打球的一个方式，对，做了进攻时间，许世强还要做传球那就有点危险了，哎，约翰刚刚好拿到而且抛球，场边搭配的队友还有陈俊杰还漏交给了 John，禁区里面的夹晃转身，对，再看一次，而且我想约翰他这个传球的小将台皮好，对这个玉龙的比赛，好，你等一下再预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现在是上周的单周的最佳斗士呢是由 John 约翰的所获得，特别的恭喜约翰。对这样而言呢、啊，来到台湾哦，他不是感受到我们的人情味以外，他还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尊重。我相信这样的。走上去一点，再关心。行行行行，加油！